嗯，有，在红灯在闪。嗯，在弄这里。绑的跟什么一样？怎么了？这个好像都是小朋友去的，可以去的。啊！你是说没有很多人进去？是现在去的都是小朋友，刚刚没有说去的都是小朋友。刚刚没什么。对，刚刚没什么人。这个很人气，你觉得要去多少？都要去啊，无论如何都要去啊。我觉得我又可以加一个了。哎，换我热身了。那里很多人排队。对啊，对啊。你还没热身。对。踢到就踢到了，不会，那个那么重，我要是能踢得到飞出去，那我的脚力肯定很惊人。好 ，Go Go， 那个，跑过去就好了吧。这是最左边的话，它有一条绿线直直下来，也有一条红线。
今天吗？不是，这次旅程中第一天，不会就掉到那里而已吧？没有，更高。但是有上有下，那这个绿线肯定很累的。然后往右滑下来一点点，也有一个上去的，还是就直接上去的。新手，我告诉你，都是小朋友啊，不是小朋友，是比较初学，应该不会有教练一开始就说来，我们先来这儿，再开始教吧。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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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我本来想说是这个的，因为我们之前初学也是常常摔倒在缆车，我现在在想为什么我会摔倒。你卡我，我卡你。这除了那次是卡到，所以当然摔倒了。还有一开始离开缆车那瞬间，脚不知道要用力，
不知道要站起来。那你不用站起来的那个力道，你想要把身体挺起来。还有那时候脚力也不比较不强，种种原因。还有那时候平衡，不知道双脚踝固定，身体也平衡，要有个极限。那个时候连站着的缆车都可以往左右倒，你还记得吗？站着排队，站个不撑不住就横着倒下去，你有过吧？我连现在都还有在排队倒了。对啊，因为那样子站。所以这个雪道中间有棵树，还有很多树。好像是可以啊，选择的。可能很好玩吧，但是昨天下的可能没有多少。但是既然这么宽，应该不会有很多人搞馒头吧？只要没有人搞馒头，应该是好玩的。抱歉啦。咦。前面那四个人会不会产生问题？最后边的那个雪板，主要是看他的表现，因为他上的时候很慢。好，没什么问题。那是要右手摇摇晃晃。果然是出行认证。那个叫什么？长风第二 B。Glasgow Powder Run， 粉红点点都是 Powder Run。它就中间是恐怖的、啊。也没有恐怖，这是 Powder。那里有专门挖馒头的，这个人正在挖，红裤子的正在挖。不要去馒头区就可以。好、啊，去坐缆车吧。那我们先滑哪个？我们现在要坐的是中间这条缆车，先滑左边，你再滑右边，再滑中间，要不要？嘿呀、啊！右边，前面右边那个。看起来滑的没有非常稳，但是却穿了中雪板。是怎样？哎咻！他们汇合了。呀一声是什么？是开门的声音吗？有可能，他们搞不好是跟前面的、啊。Come on.
他就一个人上了，因为后面是三个人。就下那样，所谓的它，我是说湿湿的，就是你到每个雪场，它厉害不厉害，又有点 depends on 它的天气状况。对啊，像昨天手到也有可能很粉啊，各种可能。昨天手到就把它当一般滑雪场这样滑，是抛打，但是。只有大回转那里还有松雪剩下。下来的心情决定最左边或最右边。你刚刚讲话是最近讲话不算话、你刚刚原因就先讲话，刚刚先这样想，后来想想也没有一定要，就都可以。今天是第三天了，那时候去也是狂下，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粉的好。开任何东西，他车子有大概，我跟你讲的时候，他好像抢去了0.5秒。他说：“我帮你把 handle 动一动。”为什么？你有长线吗？冰块嘛，他可能要矫正那个冰块滑走的那个距离，他帮我扭回来。初学者而言，这已经是可以教学的坡了。我只是觉得右边是直线，想先滑右边。
里是粉粉区吗？这里是中间。这样做有用吗？没有。啊、我刚才在想，他这样蹲有办法前进吗？没有。那个白白的，该不会是另外一个山头吧？拍个照再下去。下面看到的山塔，所以左边山头感觉也没有很大，那边那一区，然后那边恐怕不是 Kitoro 吧，我们只有这一块而已。那边很高，我说远远那条白线不知道什么。我觉得我今天眼睛会灌风哎，你觉得哪里漏风？你的额头啊？对啊。走吧。谁都可以啊。偏太上面了，你可以更轻松一点。我不会酸欸。你不会酸啊？好啊，他没差。你比较这样，你可以这样子的，随便滑都可以。开始轻松，你只有刹车才这样压，没差了。你滑的时候就没事啊，继续走吧。好像耶，啊 ，OK 啊，回去了，回去了，要冲多远才回得去啊？现在那，现在那，局限往直右边，好，走吧，还不错啊，这个滑起来蛮舒服的。
很粉哎、欸，我是说表面的粉，蛮舒服的。結構なんか感じのあのパン感面白いよ。やばい。あれ外した？左側の林の中。ああ、行ったんだ。ああ、行けんから。帅，他屁股瞪过。哎，右边只有 Kiss Lesson 跟关系者才可以走，所以他先走。刚刚坐车的时候，有个人就咻的一个人先上来，他教练。滴是门的声音，打开的瞬间滴了一声。好了，结论是要练习是用这个。很顺很平，只是排的有点多哎，第一波人没那么多。第二波人变多，但是我就跟在后面录啊，你已经掌握到一种平衡的诀窍了。我不是说你丑，我是说你比较这样打，但是你这样子一样是可以平衡，那也没什么问题啊。丑？不是丑，这里是有条路吗？没有。不知道是或不是，上面已经被
那个了，是有人自己擅自越线吧。我刚刚也没注意这里有一个过去的，这样过去能干嘛？是岔到中间吗？好像下面看的时候，最右边这边有个地方岔到中间。发现的问题是，我想要吃皮脆脆的，我想要吃皮，对，我要去买五脏鸡来。怕煎太久还是什么？我现在已经学会的是，有的是用中小火煎就可以了。那脆脆呢？不是，你用大火煎，上面不熟。我记得以前有发生过，因为肉厚的地方太难。有两大问题，一个就是刚讲的大火煎一边不好熟，中间不熟了，不是一边不好熟，因为两面会煎。第二个问题是那个，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练习法不错，那个教练的练习法不错，小转的方法。他的方法很有趣耶，喂喂，是要绕过炉子吗？他画一个红桃大，没有，这个下来就是红了，是那条红棒棒左边，对，要转。一宿立路禁止，可能以前是绕出去吗？什么？
叫什么吗？汗衣啊。啊？我的凉凉的是吧？嗯。就透风而已。有结霜吗？眼睛好像。没有，有一个白点点，但是不能去碰啊，一个白点而已，一个。对，我真的觉得一直推进来，我不知道哪里有洞啊，哪里有洞？没有洞，就是风。是很凉。是很凉啊，没错。好。好。换我前面吗？要哎、欸、拍一张吗？太阳有点，下面晒得白亮亮的感觉。有一点，每次都拍一下。没了。就只有那里有太阳亮亮。我说平平缆车那里，我们坐来的缆车那。那下面绿线恐怕是平到不行吧。那要再回去刚刚的缆车，然后下一次滑黑的吗？松雪区、啊、要走了。你有撞到？好像撞他屁股。谁？是两个女性。好，一个呢？等。是吗？是两个搓的。搓人。反撞。不错，左边也不错，左边跟右边一样，左边比右边可能要缓一点，因为它绕得比较远。就在这种雪地上，刚学会卡宾的就自以为很厉害了，所以暂停啊。이게 밑에 팔레트가 1m 정도 안 들려요.
样。지금온도딱좋다가게한번섞어야돼그라멘전용왜부러질까봐야근데좀조심해야겠더라아있습니다山顶有好像四个建筑物啊，
那也盖蛮大的、欸。我觉得贡多拉的山顶站有餐厅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贡多拉是个夏天也可以营业的设施。是啊。贡多拉没？你总不能你夏天挂着椅子让人家上？这里是真的可以玩的，每个人都在冲来冲。它有森林区是没错，它有划区域没？哦那个现在已经每个那个灰灰区域以内的森林都是可以，树林都是可以去。今天带我去玩一个看看。不是带你，是一起。我又没有比较厉害。我觉得是一起撞树。撞树哎、欸，我有。好，我有刮到整个大腿，然后磨大。你快撞到，你就用脚去撞好了。因为我们现在都会侧撞，很痛啊。不是啊，用板去撞好吗？踢树好了。是吗？对不起。嗯。奇怪，今天这个长停下来。我觉得这个波是个有种绿的，而且一开始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前面那个就一副要卡饼一样，卡两下之后就着地了。像这个也是啊，这样可以。我相信刚会卡的人在这里都觉得自己是卡饼高手，因为很平啊，很好弄。没有，不止平，它的那上面的那个粉雪那个粉是很容易刹车，所以它的出锤率会比较低。然后也没有奇怪的声音吓吓大家，而且又很宽，它不会有那种手脚放不开的错觉。嘿嘿嘿。一开始好像很厉害，但是突然间好像出丑了一下。这是可以的树，你要绕那一根就好了，进去再出来，一次一根也可以。他马上就往下喊，你给我抬起，把盖子打起来，嘎啦嘎啦嘎啦。盖子打开，为什么不会自己开啊？他就不开没？他要喊吗？他要喊。那这样就要耗一个了。你说什么？你说。啊！重复讲。重复讲，按一下录起来，它就会重复了。地路禁止呢？大部分的粉都已经被用走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跳跳，慢慢滑就好了。
里有馒头，那里有一线馒头。有点感觉小腿到大腿都有点用掉力气啊，等一下继续往下面的绿线去吧。不行，你要等我。好啊，还早嘞，下面有比较陡的地方吧。你还要看他一下，怪他挡到你。这条是馒头，但是过来了就没事。哦，这里不行，这里也有一条，这里也有一条，看到没有？这里，大概我前面这里一个、两个、三。去那边吗？远远那边啊，不用远，远远没雪啊，这里雪多啊。但这里都是，就是这里，在树之间。你不要跟我过来啊，这样出不去、欸，这样怎么出去？哎呦！观察一下，就在树后面吧，树后面这一道滑，在左边过来这里是馒头，你再往前就是馒头。就是树的正下面不会有馒头，因为他们会从最上面一路滑到最下面。所以左边一道，右边一道，中间就没事，就滑中间这一道。我靠，小馒头。右边有个小馒头，好了，右边变出有小馒头了，你的右边有。
你掉进去了。感觉不好玩，也没有多雪。去绿线啊，滑去最下面，然后坐拱多啦。难道要钻过隧道吗？还是上隧道上？通常是啊。看别的，其他人是走隧道下吗？上啊，有一个走下。下是绿色，他说渐右边，好吧，走右边，绿线一直线。有效，我不知道啊。
要这里吃饭，是吗？吃到这里都贵。有拍吗？啊？啊？那可能营业案内，那时候感谢你的爱用，这里是自由休息。对，没有吃饭。然后白天的话要到三一楼，哦好，所以上面没得吃。那你是 OK 的吗？滑雪 OK。OK。好。小车我不知道是哪边的。我猜我们现在在另外一个山头，那你远远看另外一个山头最右边有一条线。然后它一条黑，两条黑，最中间绿。只有往右边是红色的，左边都是黑色的。怎么左边又我往右边是红加绿，往左边是黑黑红。还有炮搭撞，然后啊，如果我们往最左边，最左边，那不是红，那个是边线的。对啊，对啊，我跟你说，左边都是绿，都是一回路应该要滑很远。High Land， 你要走最右边的绿，绿加红加绿加红加绿这样，最右边这样一路滑。然后一路回到哪里？现在的右手边，就是绿加红加红加绿，回到这里吃饭。嗯，对，绿加红加红加，就是一直靠右滑就对了，滑到最后就会回到刚刚过桥过隧道那里。对，这是最快去吃饭的方法。就这里，然后穿过花多弄，如果走这呢，还是这里不好。画大众可能会画比较久，我的意思是说现在雪下很大，对不对？对啊，应该要看。吃饭的时候让它积多一点雪，下午再来享受这个。哦。所以现在以红色为主，冲。对，走靠右就对，冲啊这样。你要让我看见你，我觉得好视线很差。就靠最右边滑就对了。那要不然你走前面，我可以跟你。啊，最右边啊。不用怕，最右边啊。大家都走这边。你有比较滑吗？打蜡真的有用吗？
강 쌓아라. 好，继续走吧。
但是走回来好远。还是说等一下出来还是一样坐那一台，但是拱多少旁边那一台？慢的那台。那台慢吗？那台有没有长暂停？我忘了，上面的倒是长暂停。啊，这台也有点长暂停，因为很多选手。为什么要坐那一台？啊？但是没有板子走，拿着走路应该还好。所以你觉得要停这里比较好？停那里要走多远？会不会那里有个出口？错了，我以为这台是我们刚一出来看到的，是哪一台吧？啊、那台比较低，它还是停在缆车旁边，但是这要往上走一点。要哪一台？我犹豫啊，你觉得嘞？可是要换不同的车是这一台啊，不过你拱多少上面也都还没完。对啊，我是觉得吃完饭，不过拱洞王上面的其他都是黑的，好像对吃完饭不大好。那先玩这个。先玩这个。那板子插那个网好了，要不要？好啊，走过去也不会太远。对啊，好，就跟我们早上停的地方差不多。我在滴水。哪里滴？哇，我一直在滴水。这里，这也是啊，哇，学校也可以在这，你要躺在网子上也行啊。哎呀，一次插一个，稍微往里面掏一点，这样很深吧？往里面掏一点就不硬。要往里面掏一点，这样子。这是这间吗？啊，我不知道哪一间呢。那个有个餐厅。那里也有一个，哪一个好吃？那里不就在缆车站旁边吗？搞错了，我不知道哪一家好吃呢。啊，就去吃那个。既然你发现了，可能是。刚写这个字，他跟你说啊，是啊、哦，那吃这个，他是让我开血，身上还好，主要是背包跟。刚这边在滴水，我不知道从哪里滴下来的。我也不懂，你那里什么都没有。因为刚滴了两次。对啊，我感觉你掉很多啊，正下。远远看，正下面正中间，还是右上角，是飞炸的吗？不会，正下面正中间是汤咖喱吧？左下角该不会是牛？是啊，很辣的感觉。它好像是肉丝一直都。右上角跟正下中，它是楼梯，辣。哇，要排队！哇，怎么办？更确定了，明天不会来吧？到处买票也是挤，然后那个也是挤。好啊，那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不会很山路。你同意吃高那两个吗？我是看香肠。担担面跟肉丝绿豆。好吃。担担面。
看定价好像135、1560。